他说从他们来这边施工开，他大概到这个地方两个月，他看了两个月都是这样子。他好一直尝试要救他，但是狗会怕人啊，你一人一接近他就离开了。狗啊，我们就用徒步的沿着那个工地这样一直找，来回找了大概两个小时吧，然后后来才看到他慢慢的从那个下面走上来这样子。哦，他伤口是被一只粗的铁线绑着，啊，然后烂到很深的地方了。你不处理的话，大概最后就是气管断裂、食道断裂，然后大概就不行了。